Amber 小 Ella 和林静到台北打拼期间，一起租下了一间小房子，当了多年的室友，两人组成了组合辣静宝贝。透过拍摄影片走红后，成为了网红先锋，在这期间也接到了不少代言活动和业配工作，直到后来才各自经营网拍。如今小 Ella 终于在大安区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日前除了邀请了多位网红好友到新家开入醋趴，也公开了豪宅内部模样，超宽敞的空间，即便聚集了20人都不显得拥挤。而小 Ella 对家具的选择也很满意，大赞新家沙发真的很舒服，据说还是天王同款沙发呢。林静随后感性发文表示，小 Ella 能有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真的很为对方感到开心，直言以后两人就算不住在一起，但是心在一起就好了，更喊话要小 Ella 配副钥匙给自己，两人的好感情让不少网友直呼羡慕。you